般的沙袋跟十条纸沙袋，技术只能打直拳，与勾拳与角度关系不容易持作，容易折到。而这种圆沙袋呢，就是利用它的圆弧形给练习勾拳扑克，用它摆动的时候做落力，踩右边练习，技术层面会比较高。可是打这沙袋呢，不是蛮力打，是轻松打技术。来示范几招，轻松，因为大家运用圆沙袋的时候就知道怎么运用了，不用蛮力来打。一开始一样，这个 ring side 这个 mark 就对自己的胸口跟下巴的位置，好，打的时候一样，左拳控制沙袋，控制好之后可以下勾拳，不可移动沙袋，移动前进后退，跟沙袋保持一个距离，好，前进来以后沙袋摆荡阿法库库来出来，踩右边，轻松轻松轻松，来右拳上去，再出来，转身上来，转身上去，转身阿法库库，接着跟着沙袋绕圈圈，在击打中脚不会可以再运用到，轻松沙袋不要摆荡，出拳出拳，控制它，看到吗？赛罗出拳，踩，阿斯顿，就好玩了。放个音乐，打沙袋，解除压力。